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我们昨天讲的 SOK，、OK, 很多朋友我觉得感触蛮深刻的。SOK、OK、里面有朋友提到一个说法，就是呃，女孩实际是结婚了，然后呢，是反正她有男朋友然后她出身体出状况之后，男朋友离开她了，呃，没能留在她身边，所以这是更大的一份痛苦。呃，当我听到这故事的时候呢？ 我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的但，那我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这故事了，就是说她男朋友为什么离开她，呃，我们只是举这个例子啊，可不，因为她具体的情况，她得病了，男朋友离开她，就这么一个陈述。今天人们 A A 制，我抨击了 A A 制，朋友们能都听过，呃，夫妻之间、男女朋友之间，大家。 吃饭的时候都是分着付钱，呃，大家睡觉的时候都去买那个 King Size 最大的床。利益、需要跟利益，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生命的缘分。那很显然喽，那女孩子身体如果出了这个状况的话，那个。 那那那 A A 制的人，对方出现身体出现这种状况的话，我为什么要去承担他的责任呢？我为什么要留在他身边呢？我们只是从普遍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根源。所以当人们去探讨。 他展现出生命的这种故事的时候，人们觉得他更有更多的一层痛苦的话。如果你从另外一点，我们更大范围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这个社会的层面，就是我们今天人，呃，就走到了这一步，这是命运。所以，如果有这一份的话，你可以看到，那女孩，这个女孩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更加的令人令人钦佩，不容易啊，不容易。 我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说，在未来的时间里，可能很多人将遇到类似的状况。这种状况，就希望朋友们能有不仅是超然，而是释然。超然是被迫的，释然是境界。所以，这是我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一个很很很那个。另外一个就是昨天谈到疫情，新加坡的事儿。 很多朋友，新加坡人对新加坡政府还是接受的。呃，我刚才穿节目有朋友说，呃，新加坡政府不是共产党，他们并没有强迫人们去必须接种疫苗。但是如果你不接种疫苗的话，你不能进商场，甚至你不能进任何聚集的地方，你不能进这个啊、呃、餐馆。所以没政府没有要求，强迫要求，但政府呢只是。 给你展展示这样的结果，呃，挺悲剧的。我听到这样的留言，挺悲剧的。西方当代精英科技文明不是魔鬼，但他们走着魔鬼的路，走着魔鬼指引的路。我们中共是魔鬼，所以地狱人们不是地狱，但地狱的门被挤破了。 是人走进了地狱，而不是地狱，不是鬼出来去抓人的。我们朋友现在连这个问题都都都分不清楚哦，不好意思啊，分不清楚。呃，当初高志胜被迫害的时候，高没人家没说你要一定这个一定那个人家是把他们家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就把他们家账号给封了，类似喽。所以这是我觉得朋友们理解起来这么难，是跟现代精英社会直接相关啊，没有生命的尊严认知直接相关。这个我觉我想朋友们能够理解到。新加坡，我们看到它的疫苗接种率，我们也看到它的死亡状况，我们也看到它的染疫状况。 那是在疫苗走到今天的背景之下，它自己出现，那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疫苗不管用，甚至是变本加厉来助长这样的故事。因为随着疫苗的这种覆盖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四的时候，你们才死了这么多人，才染疫了这么多人。难道这个东西，你崇拜科学的还不能理解疫苗跟死亡？ 死亡跟染疫在新加坡是等同曲线的。那你崇拜的啥科学？这个真挺可怜的，我只能说可怜，我不能说别的。所以这是一个状况。啊、呃，中国呢会这个、过这个过程可能就就这么过程了。如果你说现在现在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奔就奔着中国去了。 我个人认为笨重。随着美国时态的改变，中国将出现一种新的疫疫情的，这是真正的疫情，前面是假的。人说，呃，因武汉肺炎突破死亡五百万，这是今天说说不能松懈，新的一波再起来。WHO 出现疫情出现是在去年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OK，今天是十一月一号，对吧？那加起来说二十个月，对不对？二十个月死了五百万，二十个二十个月在全世界流感死多少？艾滋病死多少？交通事故死多少？自杀死多少？你列出来你试试，骗。 他恐怕都进不了前十名。一个半月前，我看过一个统计数据，把人类死亡、正常死亡的，包括疾，就就是疾病了，正常死亡都是疾病了，在在死亡的案例当中，他排在第十七位。把一个排在第十七位、第十五位的一个死亡的病放在了前头，变成了全人类的政治任务、政治运动。 这是他的邪恶，但同时，这里面邪恶的背景呢，却有着科学的背书。他在表示着科学的背书。他前两第一波跟第二波，第一波来自于道家的中国，第二波来自于佛家的印度，打击的是耶和华，就是打击的是这个。 你说耶和华有朋友不爱听了，呃，打击的是犹太人传出来的所有宗教影响的地方。原因是犹太人传出来的所有宗教影响的地方都变成了今天的科学的虫子。他们崇拜科学了，而不崇拜神了。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有这段故事：摩西十界为什么是两块 道德经有两两本吗？没有。佛经有两本吗？没有。只有摩西世界是两块，一块摔碎的。为什么？第一块下来，那些犹太人去做了个金牛，去崇拜牛去了。今天的犹太人是科学人类科学的鼻祖。 鼻祖的种族，他今天的科学的所谓科学的鼻祖的种族，同样跟马克思、恩格斯同一时代出现的。文艺复兴，一七七二年在威尼斯结束之后，一七七二年，呃，结束之后，莫斯科的黑死病，一七七五年结束之后，法国巴黎就出现了打砸抢烧。 三十年之后，马克思出生。英国的工业化革命，德国的科学，德国的哲学，法国的变态式的现代派的这个这个绘画。这是这么故事是这么来的，以变异的东西，在整个以变异的东西，在整个欧洲地区，在犹太教犹太。 犹太教影响地区出现大变异，英国的工业化革命，法国的绘画，德国的哲学，全是背离神的，全是挑战神的。所以这一次那牛脸儿，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新教叫什么？犹太基督教，他妈横跨两头，他跨上了，他跨上了。 结果就又疫情影响的，就是这个地区。疫情影响的，就是这个地区。其实很奇怪，你看看希腊，希腊宗教文明却没有宗教，只有神话，它里头宗教乱。你看希腊有多少疫情？你听见了吗？还没有，他他他他影响可小了。 但是现在打击的是北方，呃，就是原来俄罗斯苏联所在的地方，所以那个那个那个郑伯建人说对了，打击的是北方。那北方跟东方，中国就是东北，东边跟北边。那这是我们讲新的一波，就是我只跟大家分享这故事啊，就这么新的一波来了。新的一波为什么来了？共产党打共产党。 这个这是真正的一波，前两波是考验，这是真的，要打三下一下是道家的，二下是佛家，第三下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道家之地，清理所有这些邪恶的魔鬼式的东西，马克思的邪教在中国在道家之地的影响，道是讲返本归真的。 返本归真是个体的，那共产党摧毁的是团结的，摧毁是个体的，而它是外来的，那又吻合着西方宗教中的复活节。不知道讲多少。北京疫情大状况，外地的不要回来。他说外地的不要回来，里面的不要出去，大概是这样。扩散到十六个省。十一月一号，官方。 没必要，不要出去。人在外头别回来，所以时空有重合的都不要出，出现状况。很多人什么措手不及。北京出现了三十一个、二十九个确诊的，两个无症状，这都无对于我节目中无所谓。我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回去了。郁金健啊、呃，郁金健，郑伯健说的是对的，但他说的日子呢是到十一月七号。 他说，日子是十一月七号，八号到十号呢，北京要开六中全会，习近平要要要要上位，要要为明年定位，他有没有明年另外一回事儿，但要为明年定位，所以，所以这个故事，这样的重叠的故事，交叉的故事，他是挡不住的。那而中共采取的方式是相当管用的。 啊，在表面上相当管用的，所以采取的方式在昨天呢，就昨天就更逗了。这是昨天的上海的迪斯尼，呃，昨天上海迪斯尼呢，就是半夜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冲进了所有穿大白的白褂的，就把整个迪斯尼就给封了。封里头，昨天推特上说是有六千三百六万三千人，那这里他说的是三万多人。 大概三万两千人给锁在里头了，锁在迪士尼之后，人人检测。啊，三万多人锁在，人人检测，但挺逗的，他他到了半夜就检测完了，呃，厉害，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一个检测，反正他到了半夜就检测完了。然后这些人呢，大概要隔离三天呢，隔离三天是隔离七天，因为在迪士尼发现了。 所以就他就用了这个方式，这个方式，呃，是相当得到的。但是呢，从他中共的做法当中，一直认为很成功的。那其他西方当代精英科技文明的人呢，学的他的方式，但是呢，不敢像他这么干，所以就鹦鹉学舌，学出了一个四不像，包括包括新加坡，所以。 他们走了魔鬼指引的路，啊，共产党走的是魔鬼，他们是魔鬼，那其他是走了魔鬼的路，所以你看起来，西方媒体还在报道说，彭博说了，呃、啊，中共国强硬的防疫措施，你，你你你,你，这个美国不差吗？美国只不过是把强硬的方式性质没有改变，但是呢？ 他要列举诸多的理由跟证据。今天在今天在美国纽约，大概有两千多警察请病假了，因为他到日子了，呃，他们就请病假了。请病假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们的老板配合的哈、呃，他不打疫苗，然后纽约大概关闭了二十七个吧，二十七个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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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队的这个点儿。 人不打针，他开不下去了，关门了。真的，呃，这是纽约医护人员，我就忘了是多少，但军人大概有几万人军人。所以美美国的荒谬就是我昨天说了，他突然公布说，外国游客十八岁以下的什么都不用了，结果自己呢？ 美国人自己五岁到十二岁的孩子，你得打针，然后自己的军人不打针，全都送到军事军事法班。他这么说过了啊，违反纪律到到军事法庭。那警察不打针回家，政府官员不打针全给你开除，呃，医护人员不打针全都无心开除。那去年的医护人员他们那么奉献，今天你给他开除？ 然后外国游客来了，十八岁以下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正常了。你说这是人的政策吗？你们家科学就这么科学啊？所以他连科学，他的科学已经成为了他自己的解释了。这东西连解释都解释不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大疫情带来的一切，大疫情带来的一切，在西方社会完全嘲弄、嘲讽了那些。 当代精英科技文明的权权力寡头，你们不，他们不是魔鬼，他们走了魔鬼的路。香港将定特殊，呃，开始打第三针了。香港跟着中共国走，啊，跟着中共国走，所以北京开始打第三针，香港就打，这没什么可讲的。 他打的呢叫什么复必泰，呃，应该是德国跟中共国那个那个东西，啊、呃，那基本就是这样。所以在我眼睛里，第三波起来回到中国去，第三波起来回到中国去，而中共国的人呢会按照他曾经的办方法在防疫，大家就看着怎么摧毁它。当而中共国的概念是全全面铺开的，重点。 就是数量不多，但全面铺开。数量不多，它怎么能全面铺开传染呢？感谢朋友们的支持。